听两个版本都看起来都不太理想，好都好不了多少，那就算了，那就自己猜。大概这样吧，间隔距离抓好。然后听的话，可以加点粗细，让它习惯上宽下窄。听感觉时速有点穿出去。是就要看听宾格版的，因为它真的很清楚。王仪容版的就模模糊糊。哦，这左边都一直伸得很长啊，这是他的习惯，左边伸得很长啊。往左边伸得很长。嗯，还是要看王听宾格版，听宾格版这边是粘住了，王仪容版是没粘住。看起来那个磕痕应该是粘住了，前面都如此。下面一定要比上面稍微大一点了，这样才稳呢。好的，跌落和原理嘛，胖子就在下面。我这个写的翘，这边要翘。然后这边呢，拉得很长，诶，还是翘，两个都在翘，但中间就不但不翘，而且好硬，写的方硬啊。有人可能写超全写久都软，晃来晃去，软软的，其实那很多笔画看起来真的是蛮硬。停，以前都是。窜出去的，现在停是一半的停住，以前现在要窜出去，以前到这里啊，窜出去是古代的方法。哎，这里是不是少了12，不是四个吗？哎呦，真的是又有例外哪那么多例外。朝前面这里有方切，再上去。效果，蛮敢做的。然后再来炒，再间隔距离。